阅读素养养成术说明文主题三台北101登高去一读标题朗读题请同学们看一看这个文章和我们读的课本有哪边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呢是的你发现了这个文章和我们的国语课本台北101在哪儿呢它在台北市信义区在台北市信义区那么台北101的还有呢特色风阻泥鳅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心脏嘛哈风阻泥鳅再来重要的物品是什么是那个美食哦是个那这个说明框就很重要好那么这是老师补充说明的地方那么你可以试着来写写看那么现在老师把大意打散那你怎么知道参观顺序的先后呢同学们发现了因为有任务一台北市尽收眼底、哦、他想要看整个台北市的样子、哦、那么有人勾是什么把这个譬喻修辞像节节高升的竹节删除那么我们只会了解到楼层的高度可是最重要的是外形特色这个资讯我们就完全